同学都很喜欢玩这个史莱姆啦，那史莱姆有很多种种类，那玩起来的感觉又不一样。那今天这位同学带了这个比较特别的史莱姆，听说他会把磁铁给吃掉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他会不会把你也吃掉？不会。特别的吗？没有磁铁。没有磁铁啊，来，那你把这个磁铁拿在身上，看他会不会把你顺便吃掉。不要。那我们请这位同学把这个磁铁放在上面去。啊，你看它慢慢被吃进去啊。为什么要被吃进去？然后里面有铁粉，有铁粉是不是？然后那一块磁铁。所以如果你的手指头在上面没有被吃进去，就是你的手指头上没有铁粉，对不对？没有磁铁。没有，这个吸进去的感觉有点怪怪的哈，好像把它包进去的样子啊。如果它在吐出来的感觉起来，可能会觉得好像这样一个生物，一个生物在吐出来的感觉，就像那个什么，好像那个大便大出来，大出一块磁铁啊！再放一次，哦，吃进去了，吃进去了，哦，像火山口一样，对不对？火山口吃东西哦，对，就给它包起来的感觉，有没有？爸爸，旁边两边把它包起来，来挖出来，挖出来。所以这个可以来做陷阱的。还有另外一种玩法，来。开始啊，怎么玩？哇！哦，哎呦，整个。哦，拉起来，拉起来了。哦，这，哎呀，我现在知道了，这个整形美容拉皮就这样拉的嘛，对不对？啊。哦，继续拉。哎，我看一下，就这样子可以拉，这种磁铁就可以拉起来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你近一点，我跟你靠近一点。靠近一点。哦哦。靠近一点。啊，靠近一点。有点距离。好吧。哎呦，我拉，哎，想要靠近吗？想试试看吗？哎，这个真的有用吗？哎呦，哎，哦，哎，来哦，来哦。吃，但是吃不到的感觉哦，越拉越长了。真的吗？来，好快呀！哦，那你把它拉出来会长怎样？拉出来啊，拉不出来啊。好，让它走出来，让它离家出走。好，离家。让它离家出走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啊！老师，你一次吸多一点啊！来来，吸多一点，一次吸多一点。对。吸多一点，怎么吸多一点？哇！哦，这个派哦，这个派哦，哇，这个派规个拢夹起来啊！哦，来来来，挤啊挤啊，我一次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哦，原来这个拉皮就是这样。如果要整形的话，拉皮，你看这个小的也想要拉皮，就这样。来，我要证明这个到底有没有其他功能啊！你不要动，我看看脸皮，我拉拉看。哦，拉起来了。拉起来了，哎呦，哎，皮肤变更好了呢，啊，不错不错，啊，用这个强力磁铁啦，来吸出这个被困在里面的小磁铁，好吗？丢进去，丢，哦，不多腰，不多腰啊，不多腰啊，肚子饿了，吃进去了，啊，吃进去了，哇，吃进去了，来来来来。再来，我们来用这个大的来吸它，来吸吸。哦，这个要拿好，怕它涂完就啪一声都拉上去了。粘东西的。粘东西的。嗯？有耶。有吗？有吗？哎呦！哦！哦！起来了！哦！哇！哦，来，再次，再次。魔法啦！魔法！等一下，我们看看可不可以控制。控制椰种的魔法。啦！可以起来了！起来了！皮城啊！皮城啊！起来了！啊！嗯！好像是一个人要浮起来的感觉啊！一个头盔。拉拉，拉起来。来，拉起来！哦，瞬间的啊！
OK， 来。后来那个我们玩了一天之后，就把那个磁铁啊，把它弄坏，然后还有把那个史莱姆给它粘到那个纸上面，就整个都粘住了哈，坏掉。所以我们要买新的啊。那我们请这位同学来稍微讲一下，这里面是到底是什么原理啊，或者是有什么材料在里面？来，你来讲。里面就史莱姆，然后铁粉呀，里面有铁粉啊。这进去外，这个是磁铁在这边，对不对？磁铁粉呀，来把它打开好了。老师，我用暴力的方式，好，暴力把这个袋子推，把这个袋子用脚用那个嘴去咬开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哎呦，有点黏呢。对啊。啊，拉一下，要把它拉开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个铁粉就会均匀一点，就对了啦。本来是绿色，现在已经有一点黑了，对不对？深绿色的就对了啦。对。嗯。好。那这可以吸吗？可以啊。哦、OK， 它就会开始吃进去的啊。哦，这个强力磁铁，马上现吞一个。哦，包起来了，包起来了。哎呦，看起来像有生命一样。啊、哦，那个，爸爸，你拿着这个磁铁，然后你站在上面，会不会连你一起吃掉？不会啦。啊，确定吗？不够大。这个史莱姆不够大。试吃，这试吃啊，试吃啊。哇，哦，那边铁粉比较多，怪哦，那边铁粉比较多，铁粉比较多哈，感觉这个听说有疗愈作用，是不是？啊，吃东西也有感觉，是不是？包起来了，包起来，来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做下一个，就是拉皮，啊，给姐把鸡尾啊，啊，给姐把鸡尾，再来是拉皮。啊，这个是强力磁铁，拿着然后靠近它，应该会把它吸起来哈。然后眼睛也会憋起来。啊、看，我们来看吸起来。来，眼睛看会不会凸起来？嗯。我不是眼睛的位置哦。不是哦。不是眼睛在哪里？再补一颗。再补一颗眼睛好。靠近了。啊、哦，这个跳起来呢。再吃一次，啊，再吃一次。吃进去，可是吃进去，那有点流沙，有没有？流沙，流沙把它沉进去的感觉，去的感觉，去的感觉，哇！哎呦，怎么会飞？特异功能，放在旁边也会飞过去的。特异功能，来拉皮一下，拉眼睛。哦，起来喽！哦，起来！哎，它整个还是会飞上来呢啊！我觉得磁力太强了啦！哇，这个磁力太强了，眼睛被拉起来，怪物！看样子这个啊，还蛮好玩的啦啊！这个我又买一个来回家跟叶小宝来玩玩看了啊。